我是夏妖鸟。在王者荣耀中，每个英雄的被动技能都至关重要，有的甚至比他们的主动技能都厉害。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描述越长的被动技能就越强。照此规律，小鸟就发现了那么三个英雄，他们的被动技能如同鸡肋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，算得上是峡谷中最没用的技能了。他们都是谁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第一个，李信。这里小鸟想吐槽的是李信四级前的被动技能，他的普攻和技能命中敌方英雄加五点经验值。众所周知，李信是四级之前最弱的英雄之一，他的一技能只有位移，没有伤害；二技能就是一个短距离剑气，朴实无华。你要是想上去 A 人加经验，基本不可能。用二技能蹭人效率又很低，任何一个边路英雄都能碾压你。一旦你走位失误，就能把你打残回泉水，让你丢更多的经验。所以小鸟认为，这个被动加的经验本身就微不足道，而且也很难积少成多，绝对是最没用的被动技能之一了。第二个，孙膑。孙膑的被动技能是释放技能增加一秒20%的移速。首先，这个数值就低得可怜。同样加速的被动，小乔两秒加25%移速，大乔是持续增加自己和队友两个人15%左右的移速。其次，作为一个功能型辅助，孙膑的被动跟团队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本身缺乏进攻性的他，移速提高只能让他逃跑变快，其他毫无用处。所以经常看到孙膑顺风局，一次不死抢 MVP， 逆风局队友都死了，自己还活着，进不了兵线，守不了塔，实在是一个看着就让人生气的英雄。第三个，武则天。小鸟自己想了一下，大部分法师英雄的被动技能都是增加攻击性的，少部分是增加生存能力的，而武则天却是增加功能性的。波战增加50点移速，同时每秒回1%的法力值。或许有人会说，这是给了半双疾步之靴和半个圣杯啊，多强啊！然而我想说，第一，波战的50点移速对于武则天来说可有可无，因为它主要是依赖大招支援，自己游走干咳的效率比不上大多数中单英雄。第二，拖战回来的被动在前期对线和后期团战时作用都不大，完全没法取代圣杯，所以小鸟认为这是一个看似美好实则没用的被动技能。好啦，本期视频就是这样，这两天小鸟在外地拿着笔记本给大家更新视频，小伙伴们给勤劳的小鸟点赞关注支持一下吧。今晚就回家了，我们明天再见，么么哒。